其實我上網的時候，我看到咧，師傅原來當年咧，佢追到老婆翻嚟咧，其實都幾浪漫喎。原來是因為一隻 Q 太郎，係嘛？佢點解咁犀利恩多？原來師傅都是一個好有情感、好深情的人嚟嘅。其實當時是點樣？因為成日俾我哋感覺，做武打師傅可能通常都會比較粗手粗腳啲啊。其實原來師傅都好細心嘅喎。可能是家庭成長啦，其實我其實好多人知咁個我仔就得一個，我依一個，我五個妹妹可能我都，其實都唔係咁咩嘅，咁我但外形咯，外形一般人都覺得我係比較硬啲嘅。當初其實太太開出初相識嘅時候啦，會唔會都覺得師傅好似都好硬淨咁樣，好似都冇咁容易去拉近個距離嘅咧？當初你講我係啊，初相識嘅時候，對佢會係㗎。其實我都會覺得㗎，即係其實知嘅自己都咁我甚至我太太話添，話呢個嘢咁惡死佢，即係一定會係我老公。但係點知就成為咗老公？即係個係真係知意咯，係啦，係啦。但係其實自己對太太嗰一套係點嘅？嗰日一路以嚟相處啊，這個婚姻，其實自己係擺咗一個有冇啲乜嘢秘訣喺當中？冇嘅，即係我諗我覺得其實兩個人一齊其實唔係兩個，即係我覺得。大家好似兄弟姐妹生活都會覺得每個人都有習慣，其實會要接受大家嘅，冇咁快要接受大家嘅缺點，咁所以我要互相支持咯，我覺得互相支持係啦。咁喺教導仔仔各方面，咁師傅俾人哋感覺會比較強硬啲，其實對仔仔會唔會都係幾嚴肅噶？對兩個仔仔嘅教導。我的成長都是傳統啦，我爹哋媽咪都是傳統家庭啦，咁我學功夫更加是啦，所以尊師重道或者要對老人家尊敬啊，嗰啲一樣。到今日我同啲仔，即係我自己做個後生，做個咁大家工作或者讀書都忙，咁我成日都講節日，阿爺阿嫲。阿公阿婆嗰啲一定要出現，咁到今日有時其實依兩年都要有啫。我之前都唔會覺得我哋依個要坐低食飯，咁我睇下，我哋都係過節去阿爺阿嫲過完節，阿婆到我哋都要過節嘅，我哋都已經係一個家庭。咁即慢慢，即係佢俾佢哋一個叫，其實我都做依個中國人啦，始終都係要有家庭觀念。咁係啦，尊師重道，咁我哋都咁嘅成長。其他嘢其實我就冇特別俾太多，或者我有咩理想要擺架依個身上，我有咩我做唔到，我好想去做就冇。咁我覺得我嘅責任今日，我即係由結婚，我哋啱啱出嚟做省嗰陣時，咁到固定簽咗電視台啦。咁一個家庭，咁我覺得我嘅責任就要養你哋，你哋嘅責任咧就係要讀書。咁最基本你哋做咗你自己嘅樣嘢先。其實練武之人咧，其實都好講求對自己嘅一個自身嘅規律，對自己一個要求，同埋當然尊師重道啦。這個係一個喺武術界其實都好講究。其實會唔會某程度上都將呢一套武術嘅概念都已經應用咗喺管教兩個弟弟身上邊？其實我教嘢咧，依、這個階段咧，一路我都係教緊好多朋友啊，啲子侄啊。咁依十年八年咗，我好早已經教我，因為我其他師兄佢哋喺度輔助我練嘢嗰時，咁我自己都要喐就幫佢教。咁啲細路仔，其實喺佢哋嘅身上，都幫咗我哋一路睇點樣去同啲後生。個教導對翻個相處，即係你話以前嘅我師傅咁嗰啲好嚴嘅，係咪一定得咧？佢會唔會一定？佢係表面做咗嚟，但係佢可能佢你轉咗身佢唔做，即係一樣。你話你好放縱佢，我成日都而家都同啲後生啲講，你第日你放縱幾多？
你係受翻幾多？只一樣啫嘛，只係我同你拍拖，我攞朝頭早我斟定杯茶俾你。咁我其實我今日做咗，我咪每朝都要斟杯茶俾你。點解你同我拍拖嗰時候，你就斟杯茶俾我，斟定茶俾我係嘛？你誒到我你係我老婆，你又唔斟杯茶俾我。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就好多嘢就要持之人應該要做嘅嘢，持之以恆。係同埋要，所以又唔需要太。設一個框框，咁但係有一樣嘢就我自己都一樣我唔會話啊你想要乜嘢你就會有，我自己都會啊我有某個階段我做到啲嘢，咁我獎勵下自己，佢哋想要求啲咩玩具一樣，咁你就哦誒考試喎，你我都知佢會係去到啊六十嘅，咁會唔會有八十啊？咁俾啲激勵，都會有個要求，咁人係要有個惰性噶嘛，咁慢慢咁可能會形成你哋一個習慣，係啦。有咩問題我會即刻講。我哋夫妻就係，即係而家個個問題隱讓咗，其實個問題未解決咗，只係會放大咗。咁細路都一樣嘅，我唔中意。即是我不是不中意，即是或者他是做錯的，我會即刻講。即是有任何問題都是立即解決了他了，不要又拖下跟住又不解決。如果他你覺得我忍讓他，即是我覺得他啊由他啦，他可能什麼的，那可能第一件事因為他覺得是沒事就小事，那就得過且過了，跟住就。所以我都是抱住那即可能都學你說的，即是武術或者那個那樣個過程都會係影，都會有嗰個出嚟個咁。其實你對兩個弟弟算唔算好嚴格咧？我兩個仔都未一巴都未打過。嗯。但係你贊唔贊成體罰咧？即係可能我唔贊成。唔贊即係未必一定係有一啲收入，即係每個人不同啦，你要睇性格。咁睇嗰個人嘅思想。我大仔五歲四歲嗰陣時咧。佢有一做過一次就係、是、佢好鍾意買咗架電嗰啲單車，咁佢要做功課佢唔做有轉，咁我就會即刻佢最鍾意樣嘢我攞個錘打爛曬佢，即係就話係你最鍾意嗰樣嘢，即係你話你如果你唔聽我講，佢做錯嗰樣，你去啊，應該要做功課時間，個時段 set 咗俾你玩幾耐，我就將佢懲罰。咁佢知道我會有懲罰嘅，咁所以佢自此以後咧，佢就一路都好依規矩啊。所以我咪講緊個問題就話，如果佢翻嚟，你哦咁啊好啦，咁你好多啦，好多錫嘅，而家啲怪獸家長就哦。你喂夠鐘咯喎，你咁又玩多半個鐘啦，其實半個鐘後都係半個鐘有半個鐘，半個鐘即係你都贊成有某一定程度上面嘅獎與罰，係啦，